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干什么呢？加斯伯是知道我们要接下来干什么的。加斯伯，我们要干嘛了？选房子。找房子。对了，我们就要找房子了。那我们的房子在哪里呢？大家往那边看。有没有觉得我们的房子很漂亮啊？哇，啥也没有，那不就一个旗吗？村长，你是缺氧了吧？村长，你是有幻觉了吧？村长，接下来好像你们最想要的房子选了，你就住那儿。那五个房子你喜欢哪号啊？一二三四五。三号。三号啊。这是三号。我们的房子到了吗？是二号。幺五号。啊？确定吗？五号好像不是太好啊，我觉得一号比较好。这都是了。我觉得一号好。我五号。啊？我五号。你确定要五号？嗯。我觉得一号最好。你为什么要选五号？能告诉我吗？五号就是我的幸运数。那五号不是我的幸运数字。好吧。我们选一个一号，好不好？哇，你没踩到水吧？没有。好，圈圈、彤彤，你们看、那里有点水，要不我们把那个变成我们的游泳池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过去看看游泳池。好的。来，村长，我们还有游泳池呢。游泳池？他说又要有游泳池。罗纳多，你是不是踩到水里了？